有一个事情啊，我一直想不明白，明明有这么多的食文鱼啊，为什么小鱼一条都看不见？难道都被脊椎饲料给吃了？好吧，这不重要啊。今天想分享给你们一个菠萝屋鱼缸造景摆件，这个真的非常的简单，直接按到水里面就可以，然后这个颜色也是很可爱，放到这种简单的小鱼缸里啊，随便铺点底沙，然后就会很好看。当然除了菠萝屋啊，还有其他很多的款式啊，不管从上面看还是前面看，哎，都是挺好玩的。小鱼小虾呢也可以躲进去啊，逃避这个大鱼的追踪。据我所知啊，像迷你鹦鹉这种鱼啊，就特别喜欢在这种躲避屋里面生产小鱼，是不是还挺有用的？